为了要让大家当看到优秀选手背后的付出的教练，新北市教育局来推测到2023年新北市运动教练的形象月历，这边拢总有12项的运动，13位教练来参与到翕月历。这当中哦，嘛展现出各种运动的魅力。这边通透过镜头来看到教练因在月历当中的模样。新的一档要来啊！新北市教育局邀请各项的专项教练担任2023年新北市运动教练形象月历的主角。即届有12项的奖励，13位教练做会展现不同运动的项目的魅力。同时，希望借助向辛苦的教练来致敬，能够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这些运动教练对我们新北体育的贡献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精神，就是希望全民来运动，大家一起照顾身体，也能够让新北成为一个运动城市。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每一个运动比赛优秀成绩和选手的背后，拢是一定教练无怨叹的付出。所以透过翕月历的方式，让大家来认识新北优质的教练。而且发表会嘛，邀请新兴国小刘德教练、赖卡敏，甲高雄国中篮球教练刘建昌来分享因带队训练时的辛苦。我们几乎是全时24小时一直耕耘，除了训练之外，训练后我们还要关心选手的生活，沟通家庭背景的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运动教练必须去伤脑筋的。要怎么训练那个方式越来越艰难，不像以前土法炼钢那么简单，所以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再继续去努力。在2018年，全中文摕到好成绩，当年达冠国中小角力队摕下7金3银5铜，甲国男足冠军的魏传义教练，即摆伫咧月历当中，佮担任着一月份的主角，并且佮含家己囡仔做伙翕，呈现出值得训练的画面。是要拍教练在付出指导的部分，那我就想说带着我自己的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目前也在我们的国小部也有接受角力的训练，所以就想说让他担任我的 model。这摆为你阁收集到因个人的名言，魏传义教练的名言就是成功道路并未客，因为肯坚持的人是较少的。勉励囡仔把每摆的失败经验，当作是家己人生当中的养分，持续向梦想迈进。竞技运动真的是可以让人家快速的体验，很努力做一件事情的，但是可能不会成功。那失败了之后，再转换成自己的能量，那从里面获得一些养分，然后想办法让自己更精进、更成功。所以想把这句座右铭分享给各位学生。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想要替外地的民众，来赶紧去新北学霸的面试来起站老会分享，有机会会再来抽到哦。记者陈小段新北采访报道。